政治地图的目的是要令到地图和实地上景物的位置和方向一致，方便读取资料。利用指南针政治地图的方法，是先将指南针平放在地图上面，然后转动地图，直至方格北和指北针平衡。利用地貌政治地图的方法，是先在实地上找出两至三个能够在地图上认出的目标点，然后转动地图，直至目标点和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和方向相符。